看上头发式啊。你我只点了一料，因为我不怎么喜欢吃面嘛，所以我先尝试一下，如果好吃的话下次多点，我害怕吃不完。哇，看上去好像那个韩国黑拉面是不是，就有点像。哇，大家看看，流口水了。哇，这个姜感觉好均匀好光滑的那种。哇，好期待这个口味，我第一次吃哎，第一次吃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全妹，我现在在成都特别有名的一家炸酱面，很多网红都来这里吃了，所以呢今天叫我老公带我过来尝试一下，看看那个成都的炸酱面好不好吃。我还没有吃过，第一次过来的。我点的是牛肉炸酱面。哇，看了看上好巴适啊。我只点了一料，因为我不怎么喜欢吃面嘛，所以我先尝试一下，如果好吃的话下次多点，我害怕吃不完。哇，看上去好像那个韩国黑辣面是不是，就有点像。哇，大家看一看，流口水了。哇，这个姜感觉好均匀好光滑的那种。哇，好期待这个口味，我第一次吃哎，第一次吃。他这家还有回锅肉面，还有很多那个可以选择的。我老公他点的是二两面。哇，看到这个回锅肉也是看到好好吃哦，它那个姜你们看，哇，都流口水了我，啊，感觉肉有点少了我，啊，你觉得呢？可以。我害怕一两面吃的不够，所以还点了一份饺子。哇，它这个饺子看上，上面都是红油。不知道辣不辣，我还害怕太辣了，我还准备了那么多牛奶。万一辣了，我的嘴上面不辣。啊，不辣吗？一口都没动。嗯。不怎么辣，而且那个面感觉。不是很软，还没拌匀。他这个月都把我都胖了。来成都就是要吃这东西，成都太多好吃了。我感觉有点不够啊，我应该要想要量太少一点。不够吃，两口我吃完了。关键他没拿饭钱，你看他拿一个锅里面啊，里面全是肉，你知道吗？在里面全是肉，它外面全部是那个辣椒油，但是吃起来有点甜，有点甜味的，没有那么辣。韩国都甜口的，这边应该是石头汤，都是辣椒油，但是不辣，吃起来有点甜甜的，甜甜的，味道偏甜甜的，不巧。里面都是肉，最后都是肉一点，看到我摸到红了。我点的一两面，一两面分量太少了，我扣倒，还要吃得掉。
完了，然后呢现在呢在等车就回家了。说实话这家面没有在网上说的那么好，就是味道一般般吧，我感觉。因为我是第一次吃成都那个炸酱面的，但我感觉味道是一般般，就是跟我们住的那个地方的炸酱面是差不多的味道，是没有什么在像在网络上面网红那些说的那么夸张。本来就说带了一种就是抱了一种希望过来，想着能尝到一个特别特别好吃的炸酱面，结果呢还是让我失望了。可能就是不算是不好吃，但是就像网红上面说的有那么好吃，那就是没有的，不是只能说是一般吧，就算是可以，面有点硬，然后那个饺子呢，我感觉甜度太甜了。老公，你吃的那个叫什么？回锅肉面。回锅肉面你感觉怎样？一般。一般嘛，对不对？就没有我们那边味道。肉好硬啊。对吗？是不是我们来晚了，所以他那个材料放久了？也不知道。它有很多种，它好像有名的是那个双脆。哦，对呀、我们觉得很一般，反正这次体验呢，就感觉不怎么满意。打分的话就只能打6分吧，就给他6分，就这样子。好啦，今天就到这啦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